干嘛了？你们？哎呀！隔壁老，哎呀，怎么停车啦？哎呀，停车了，休息一下嘛。休息一下，还没到我弟我家呢。哎呀，干什么？哎呀，你去哪里？这里荒山野岭啊，没有人看到。哎呀，那又怎么的？我想回家。哎呀，回什么家？哎呀，不要这样，我害怕。快！真是的。不要。听不听我的话？哎呀，那你想怎么样嘛？想怎么样？佳佳。哎呀，怎么那么凶啊？看你不乖的样子。佳佳，要加多少啊？加一百块。加一百块钱，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就五十块钱，怎么会加到一百块钱去？五十块钱，加五十啊？是啊，不是加五十，本来我跟你说好了价钱五十块钱，你要加多一百，那不是一百五吗？哎呀，美女，我跟你说啊，本来我都是不想收你钱的，对吗？这个东西，你跟我去那边聊一下天，我就不收你车费啦。真的？哎，加也不用加。那还有什么好处？只要你认同。哎呀，你别着急嘛。你先惹我，好不好啊？那等一下，多给我一点哦。什么多给你？哎呀，干什么？人家都害羞了。哎呀，想跟你聊天，难道你还要害羞啊？在这里又没有人看到，你看。我都还没有交过男朋友，肯定害羞。哎呦，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交过男朋友，那我今天最好了。来，过来。在哪里呀？就在这里啦。哎呀，摸地佬，你怎么在这里呢？哎呀，开工。真的要开工吗？不开工，等一下车费怎么免给你？我有点害怕。害怕什么？这里荒山野岭的，又没有别人看到。哎，那行，那等一下回去，你不要告诉我们村里的人哦。哎呀，让人家知道了多不好啊。这种事怎么会告诉呢？是不是？等一下以后，我害怕我自己嫁不出去。哎呀，你怕什么？现在在这里没人知道了，你放心了。哎，那行，我不说你不说，谁知道啊？哎呀，那行，那赶紧开工啊！哎呀，坐下来。哎呦！哎呦！等一下啊！哎！哎呦！你不在这里？哎，干嘛呢？你们？哎呦！大白天的，你知道你是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开放呢？哎呀，大白天的看到这种事不行，我要找他们。要红包才行，真的是，你看，哎呀，也是，今天怎么那么扫兴？哎呀，丢脸死的，都怪你！你不是说没有人吗？在这荒山野岭的，你又说你熟悉这个路段没人，没想到又有一个人来，搞得我丢脸死了。要是让我们村里的人知道啊，我这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哎呀，我也不知道啊，这荒山野岭我也不知道有人在里面砍柴呀、啊、哎呀摸地佬、哎、以前都没有的，谁知道摸摸气气的会露一个出来，这不是都怪你害惨我了，我以后嫁不出去了，反正我不管，我要你对我负责。没事，我们再找地方。还找再找地方啊？再找地方我不想去干了，干要是有什么结果的话我就负责到底呗。你负责，那你有没有结婚呢？我就没有结婚吗？有结婚我还敢干这种事？真的没结婚啊？对呀、啊，那你没结婚，我也没结婚，那，哎，这样子吧，那我去你家去，那就不行了吗？还要在这里荒山野岭的，你看虫多蚊子多。哎呀，我以为在这里方便呐、啊，都好几十年单身了。哎呀，那不在这里就快点吗？你回家还有十几公里，我都着急了。哎呀，这样子吧，我想做你女朋友，你带我去你家里面去。啊、哦，你这么快就答应了？是啊，因为我没有交过男朋友，我第一次干这种事情。我现在呢，又有人一看到我跟你在一起了，哎呀，必须对我负责。哎，我跟你回家。嗯、我以为先尝试一下，谁知道那么快就答应了。好，赶紧上车、嗯，到我家去。嗯，哎，我家就安全了。好啊，没有人再打扰我们了。啊。美女，哎呀，睡着了吗？美女，哎呦，谁打我？怎么这么痛啊？谁呀、啊？哎呦，你这人怎么打人呢？怎么打人？哎呦，是不是撞鬼了？你是不是拉客了？哎，我也打上。打我干嘛？我看一下你是不是鬼呀、啊？哎呀。
我是真人来的，睡着了在这里拉客，认真一点吧，叫几次不应。我正在做美梦的时候都被你打醒了，太惊慌了现在。那赚不赚钱？赚赚赚赚，去哪里？哎呀，我去那个热门村。热门村 啊行，没问题。你多少钱？200块钱了哦。200块钱了？是啊。200块钱那么贵啊。哎呀不贵啊，我平时拉的是250，今天呢看你长得这么帅。哎呀怎么样，确实是不错，那就是挣200块钱算了吧。200就200，你也不赖啊，看长一表人才。哎呀我才第一次做这么漂亮女孩子拉的，摸底。谢谢你啦。行、那就上床了啊。真会说话。哎呀钱那不是问题。啊我们行吧。行，坐好啊。哎坐好啊。停下车先。哎呦。怎么啦，都还没有到地方没。哎呀我坐车坐的脚都麻了，想休息一下。等一下好不好？哎呀，休息你就快点啊！你磨磨唧唧的，我还要赶着拉下一趟呢，都赚不到钱。美女，我给你加点钱行不行？加100块。还要加钱啊？我加给你，不用担心啦。你加给我，我做生意的，那一点钱算什么？现在我没有开车，那也要快点啊！你看天都还快黑了，等下又下雨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美女啊，看你长这么漂亮，有没有男朋友啊？哎呀。不要说了，我才19岁，我都不想交那么早的男朋友。19岁啊？19岁，我22岁，比你大3岁。哎呀，你看我做生意的，家里也有点钱，能不能就说做我女朋友？你做什么生意啊？我做那个养猪花的生意。猪花？哎，把这猪拉到广东去卖了。哎呦，这样这样，哎呦，我不行不行。哎呀，不用你做了，又不是养的那种。我是把人家的猪烧回来，直接拉上去赚钱了，我不用去摸那个，你帮我算数收钱就行了。不行不行，我最讨厌的就是做猪花的人，做那种生意，哎，赚钱的哦，赚钱我都不喜欢，我喜欢的那种人啊，是有一点文化的，而且有像是公务员的那一种。哎呀，我公务员，我以前就做公务员，我觉得赚钱太少了。哎，你们看我这个有学历的，我也是大专的。哎呀，不行不行，我不喜欢做这种生意的。我还是喜欢公务员的那种好一点吧。上车了，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不喜欢就走吧。我以后我才19岁，我要找一个公务员漂亮帅一点的。行，你的吧。我是问一下，看我那么漂亮。坐好啊。到了。哎呦。到了。哎呀，多谢你美女啊。哎呀，路途遥远。辛苦了。哎，我把钱给你先。1个多小时才到。多少钱？刚才说好了200块钱。哎，200块啊！看你那么辛苦，哎呀，给到100你吧。哎呀，不用了，小费，谢谢你了。还有小费呢？哎，拿着。这么好啊？那么辛苦，美女，啊，你要是那我还是不要了，好像感觉到我很贪财那种感觉。怎么贪财？拿着，你买东西吃啊。哎呀，那就贪心了，不好意思啊。好了，谢谢啊。哎呦，我肚子有点痛啊。哎呦，肚子有点痛。是啊。怎么了？我说肚子。突然感觉到有点想上厕所，想上厕所。这附近有没有厕所啊？我家有。哎呦呦呦，肚子好痛啊！哎呦，进我家上个厕所去。哎，行，哎，上来吧。哎，里面那边那个房间，那小房间，好。刚才这样做我女朋友不愿意，这次我就整蛊了。哎呀，真是的。好了吗？哎，好了。好了。哎呦，舒服多了。哎，舒服多了。哎呀，要不美女在我家吃个饭去？哎，不行了，我还要赶着回去拉下一个客人呢。今天都没赚到钱。这么着急啊？哎，是啊。是啊，没赚到钱，我说再给你100块赚。哎，不用。看你那么辛苦。哎呀，是，不用了。哎，就回去赚吧。行了，那你慢走啊。哎，我帮你转一下弯吧。哎呀，那么大的力啊！哎呀，做点小意思。哎。看你的车有多轻，行啊，那我先进去做饭吃了。哎，怎么了？我的车坏了。坏了？是啊。不是没有油了吗？有油啊。有油吗？哎，不行了，我的，哎呦，我的，你帮我看一下。你看一下。是。哎呦，看一下。我是咋个油？行啊。美女，你这个车子有多久没有保养了？哎呀。都不要说了，我都3个多月都没看过了，之前有一次坏过一次，现在3个多月没修过了。你们的拉摩的啊，要经常要看的，要保养啊。哎，你不保养的话，万一在路途遥远的时候
坏了你就麻烦了、哎、像现在一样。这不是这段时间我都没什么时间。哎呀我这附近又没有摩的修摩的的那种店。哎呀你知道那这附近都没有、啊、没有啊要去镇上要20多公里啊。啊不是吧对呀、啊、镇上啊对呀、啊、哎呀哎呀就刚才我们听说你经过那里。那怎么办啊等下这些天又快下雨又天黑了。那哎呀修不了那你能不能我也不会修能不能帮我修一下我又不会修我对这个一窍不懂。那我怎么办呢那这样子吧你帮我拉着走路去行不行啊20几公里要搭多久啊我就说天色也晚了不如你在我家吃了饭先吧晚上我有一个师傅摩的师傅他从镇上回来我叫他帮忙修。这样 啊他在镇上开摩的店的修理的我那个兄弟他晚一点他就回来了回来的话我叫他过来帮你修行不行我还以为叫你帮我拉回去的拉回去的话很久了拉天他就拉不到那里等一下。不在我家先吃了饭先。哎呀那只有这个办法啦你们你看现在等一下天下雨了在大暴雨的时候万一我去到半路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又怕蛇、啊、又怕虫的半夜的主要是天黑了等一下你到半路就找到。哎呀只有这个办法那我就在你家里面住一个晚上先吧、哎、住一个晚上嗯也行我家楼、嗯、楼房很多房间很多、哎、三层楼、嗯、我住三楼你住一楼真的不打扰你、哎、可以吧啊，这样子我就叫我那个兄弟就不用麻烦了，直接的话就在我家吃了饭，住一个晚上，明天早上我上街的时候把你拉过去修。那你在你家里面住，但是你要对我规规矩矩的那种哦，哎，放心吧，要有那种非法之想的哦。没有没有，放心吧。哎那行吧，那你就住在你家里面住吧。我做饭给你吃。嗯嗯，好吧，我就放这里了。嗯，明天再早上再找。哎哎，明天早上你帮我拉去。哎，好，不要叫其他了。哎，走走走，进去，我家。哎哎我那个干嘛停车啊先下车哎呀你赶紧拉我回去我还赶时间呢拉什么拉下车车坏了吗车没有坏这个路太难走了哎呀你这个人你到底想怎么样啊想怎么样我告诉你啊我这个腿哎呀都开车都开到这么累了你一个大男人的开车累那是你的事情赶紧拉我回去快点开车啊、哎、美女这样吧你看呢、啊、这个路又上山又下坡一拐一拐的是不是这个腿啊好累啊你这样你帮我按摩一下腿等一下我还给你按摩啊等一下舒服了马上拉你回去我还跟你按摩是吧行我帮你按哎呀你什么意思你还打我啊你拉我到这里你就想怎么样真的是还想占我的便宜看到没有哎呀在这里你还想送我你看一下这个什么地方荒山野岭啊难道我怕你吗你不怕是啊赶紧拉我回去废话少说你不怕的话我不拉你回去了那车费钱我也不要了你自己在这里吧我走哎呀有话好好说好好说现在知道好好说话了吧你赶紧拉我回去呀、啊、我还赶时间呢、啊、拉你回去是啊不是不可以但是那个车费钱不够原来你还想加价对呀、啊、你这个人也够黑心了吧什么黑不黑的不加一点钱我吃什么喝西北风啊、哎、行行行我加2000块钱给你但是你要把我拉回家我就给你2000块啊是啊你看这么多先说好了200现在加到2000够义气了吧哎呦你突然间加这么多你是不是想让我送你到家了你叫一帮人出来还打我一顿呢、啊、哎呀哪里呀、啊、没有哎呀你这个这么鬼精灵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哼现在我不要这么多我只要1000块钱你我哪里有钱呐、啊？我一个农村妹我去哪里弄那么多钱我出来都没有带钱的没有钱也有没有钱的办法啊哎呀哎拉我回去吧我就求求你了哎呀拉我回去拉什么等一下别急哎我包送你到家的你放心啊那你想怎么样、哎、想怎么样啊哎呀干嘛美女我告诉你我拉了25年摩的今年都30岁了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美女你别碰我别打我的主意我跟你说我不碰你但是我要
吃饭的，是不是？你要吃饭你就吃饭嘛，回肚子饿了就回家吃饭呐、啊。那我你一千块走费钱呢？哎呀，我都说了回家再给你吧。这样吧，如果你现在没有那一千块钱，那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哎呀，你不用跑，我也不勉强你啊，是不是？那我去啊。可以啊，你陪我聊一下天。哎呀，这事情我才不干呢！聊天，看你这个人凶巴巴的样子，我不想跟你聊天。哎呀，你看我这个脸是很凶，但是我内心是很温柔的。又凶又色眯眯的。哪里啊？是不是？哎呀，风流鬼一样，谁跟你聊天呢、啊？哎呀，我不跟你废话那么多，既然你这不愿意，那不愿意的。你自己在这里喂蚊子吧，喂就喂了，谁怕谁呀、啊？对，等一下那个野猪出来，走了。啊啊啊！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哎呀，哎呀，那你还想怎么样？两个条件，第一，马上拿一千块出来；第二，我拿不出钱呐、啊。聊天，拿不出钱呐、啊？是啊。哎呀，拿不出钱好啊，这样吧。你陪我聊聊天，等下聊得开心了，那个筹费钱我都不要你的，我还免费送你回去。如果聊到大爷我啊，开心高兴了，等下你还有钱赚，还有钱赚 啊, 啊？有这么好的事啊？哎呦，你相信我，虽然我那么低啊，是有点坑，但是我对这个啊也是很讲诚信的。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好的事情啊！不要抽钱。还有钱挣、哎呀，你不要骗我。我骗你干嘛？我那么的，哎呦，一个月赚几万块的。有多少钱挣啊？我一单最起码赚几百块钱。那我意思说，你还给钱给我？对呀、啊，你只要把大爷我，那今天才赚了这么一点，差不多两千块钱。那我跟你说吧，就是。单纯聊天哦，啊，哎，手指都不能拉一下碰一下吧。啊，我知道，你放心吧，只要你愿意陪我聊天就行了。哎呀，我刚刚给那个女朋友飞了我，哎呀，现在心情很不好啊。那行吧，就是想找个人单纯的聊聊天，只要聊得开心就行了。哎呀，那行吧，那去哪里聊啊？那里面呢、啊？那里啊。哎，快点走啊，快。那你对我好一点哦。嗯，很好的。哎呀，哎呀，美女，哎呀，没想到你这么会聊天呢、啊，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这么会聊天的。那不是嘛，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有文化，有水平。哎呀，我也有文化啊，是不是？哎，我大学毕业的，那这样子吧。刚才你说给钱，钱呢？哎呀，你放心，这个我绝对不会少你的。我知道，我只认钱，人我也认你这么帅。哎，既然本公子啊，今天很高兴，很开心。哎呀，如果你做我女朋友的话，我要带你去气一下我那个前女友。哎呀，她老是说我长得丑，我找不到女朋友。哎，行行行行，那赶紧拉我去，拿钱出来，钱钱钱。钱哪，好说啊。还有这么多钱的帅哥，今天哎呦，今天我赚了差不多两千块钱，我倒贴一半给你，这里，不扫兴，空门，难怪女朋友抛弃你，真是。来来来来，来，如果我们有机会做男女朋友的话，这个钱我给你保管。好吧，天天都给我保管，差不多。哎呀，可以可以，来快点啊，我赶时间呢、啊，肚子饿死了。等一下你要陪我去。气一下我那个前女友啊！行，没办法，行，可以，哎呀，没问题。哎呀，那么低啊，近一眼呢？哎呀，别看了。哎呀，我想多看两眼呢、啊。不用看了，你要看看。哦，天天有的看啊。哦，你的意思就是做我女朋友啊？哎，做就做嘛，你这么帅啊！马上，马上回去啊！啊怎么啦，美女？哎呦，哎呦，你撞到我了！哎呦，撞到哪里了？哎呀，哎呀，撞到我这个地方了，撞到我。
来啦！哎呦，好痛啊！哎呀，哎呀，救命啊！好痛啊！美女，掉了。哪里好痛啊？我这里好痛啊！来，我看一下。哎呦，哎呦，哎呀，哎呀，你还要湿迷迷的？没有啊，我只是想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撞得很痛啊。哎呀，你看我这里都肿了。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美女。对不起，有什么用？哎呀，我后面我也没长眼睛，好痛啊，没看到你啊，实在是抱歉，对不起啊。对不起，有用吗？你看一下，你让我冲一下你那个。看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哎呀，我这里都肿了！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你看一下，我以后生小孩还要吃奶的，我现在连男朋友都没交过，你要我怎么办呢？我还想问你，我要怎么办呢？哎呀，我看要么这样吧，这里离我家也不远了，我带你去我家，我家有那个祖传的药酒，就擦一下那个药酒应该就好了。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还是那个黄花大姑女来的，我这个地方能够随便让你擦的吗？你当我是什么人？哎呦，我惨了，我以后找不到男朋友了，找不到老公了，而且我小孩也吃不了我的奶了。哎呦！哎呀，你这急死我了，你不要哭了。哎呦！我跟你说，你必须向我负责，赔钱。赔钱呢、啊？我身上也没有钱呢，赔20000块钱。哎呦，好痛啊！20000块钱呢、啊，美女啊，你看我干这个苦力工，我哪里赚得到这么多钱？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赔钱给我的话，我就告你非礼我。我找我们村长出来，你看我这里可以作证了，我这里反正已经受伤了。哎呀，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而且我后面我也没看，没长眼睛，我又没看到你从后面走过来。我不管你这么多，你必须赔钱。没有钱叫你家人拿钱过来。哎呦，救命啊！有没有人啊？哎呦，好痛啊！哎呦，哎呦，徒弟啊，怎么这么久没回家啊？哎呀，我刚才不小心撞到这个美女了。撞到了、啊？她在后面，我后面也没看见她。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跟人家道歉呢、啊？我刚才我都道歉了。撞到哪里了？哎呀，他撞到我这里了，好痛！撞哪里了？是啊，都肿了。哎呀，你不说，我们家有那个药酒，你帮他擦一下吗？刚才我都带他回去擦了，他都不愿意。你是他什么人啊？还擦什么？那你让我冲一下，我再帮你擦那个药酒，行不行？怎么这么讲话啊？那你要怎么样？我要他赔20000块钱。赔20000块钱？是啊，那赔我的损失费。哎呀，美女啊，我看差不多就算了吧。哎呀，那怎么办？做人留一线。玉浩好相见，留什么留啊？你看他中了我这么痛，我还是黄花闺女了，我以后喂不了奶了，我找谁去呀、啊？那你说呢？我跟你讲啊，不要把事情做绝了，劝你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什么海阔天空？那你赔给我也就是海阔天空了吗？你确定要赔吗？是啊。行，赔多少？20000啊。20000啊？是啊。哎呦，好痛、啊。行，20000就20万。哎呀，兄弟啊，没事。我没有这么多钱还给你啊，我也不用你还，够吗？哎呀，20000块钱多的我也不要了，我说话算话啊。那我走了啊，拜拜。等一下，等一下，要干什么啦？你赔给我就可以了吗？赔给了你了，那还没完。还有什么事情？难道你还想多给我？我跟你讲啊，最近我们村这一带出现了很多碰瓷的，我怀疑你也是。哎呀，我不是的，我走了。我这里是等一下嘛，不要着急嘛。我告诉你，我这里是人证、物证、三证都在这里了，我要去医院检查了。可以，放心。如果真撞到你，我们会赔给你的，是吧？是啊。为了昨天碰瓷了，我们村长还特意安装了监控。哎，喂，你过来，你试试看，你跑得了吗？要不要我调出来你看看？拿手机出来看一下。不用了，不用知道怎么做了吧？那你想怎么样啊？对付你这种人必须以牙还牙，你刚才怎么对我们的，你又怎么还回来？那我把钱还给你算了。我不要钱。还给你，我走了啊。还给我就这么简单就完了？那你想我怎么样啊？你刚才坑我们20000是吧？哎呀，你倒赔我们20000。哎，对不起啊，这两位大哥，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哎呀，是我碰瓷，我承认了，你就放过我一马吧。不行，放你一马。
要改变教训的。哎呀，不送去派出所。对。哎呀，我求你们不要送我去派出所。对，张局。哎呀，哎呀，不要送我去呀！我以后我知道错了。哎呀。能有人是吧？来看着，那这次走了，什么时候见面呢？哎呦，到明天要来。明天晚上要来啊？哎，明天什么时候空？我什么时候给一点？哎，行，那多买一点那个牛奶吃。那我买那个鲍鱼回来，炖，等你来。哎，好了好了，行行，那我先走了。晚上过来的时候，看上有没有人跟着。我懂的，走了。行，走，对了。肚子饿了，终于回到家了，看一下老婆在不在家，煮好不煮该不？老婆，老婆，哎，哎呀，老公，哎呀，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哎呀，那个红薯地我翻了一半了，还没搞完，肚子现在很饿，我想让你煮点面条给我吃。没有得吃啊！现在跟你说嘛，家里面没钱了，米都没得下锅了。那我肚子饿，我也不能去干活啊，还有一半没有搞完呢。哎呀，你这个人真没用。你看人家那个大波连的老公啊，一个早上出去，人家活全部都干完了，干完了，而且人家又去广东那边打工了。哎呀，人干几天就干完了。他那锅火那么大，他体力好啊，我体力比他差一点，所以我没干完，肚子饿了，我想进去吃。哎呀，老公，啊，你不可能不给我吃东西啊。不是说不给你吃。哎呀，我这样子跟你说吧，那个大波连的老公啊，那个农忙啊早就已经做完了，而且人家啊做完每年的农活就去广东打工了，一年做个20万块钱啊，这么好赚？是啊。哎呦，你看你每年都是在家里面耕那2块田，钱也赚不到，现在不要说哎面条啊粥啊，现在连水都没有得喝了。那没办法，家里就这种活啊，没有其他事干，那不干这种干什么？这样子吧，那个大伯连老公啊，我已经跟他联系好了哦。联系好了，怎么了？你跟他一起去广东打工，一年挣20万块钱回来也好。那么好赚？是啊。哎呀，老婆，我不想去广东，因为我们刚结婚也没多久，你就叫我去广东，我舍不得你啊。哎呀，这有什么舍不舍得？哎呀，老公你就放心啦，我在家里面呢，我一定会安分守己的。你看我平时又斯文又老实。不过，那我去广东，你要晚上就看不到你啦。那可以视频聊天呐。哎呀，视频聊天哪有见面那么好，老婆？哎呀，真的是。哎呀，不要多说了，你去不去嘛？哎呀，老婆我都听你的了，你说怎样就怎样。哎呀，你看你。你看一下，老公不是说我要逼你去，你看那个大波连啊，她老公赚那么多钱回来，她那个戒指10个手指全部戴满了，金手镯、玉手镯，还有那个项链，哎呦，要什么有什么的。你看我全身衣服都没有一件像样的，不要说金手链这种问题了。哎呀，老婆确实是，哎，咱们家穷嘛，当时你嫁给我的时候。你也知道啦，我家境就这样，所以说没有也是理所当然。不过我会努力的，我明年我再耕多一点那个田。哎呀，你去广东也像大伯连她老公一样，赚20万块钱给我，回来买一点漂亮的包包，让人家瞧得起我一点呐。哎，这样，老婆。是啊，实在是舍不得你啊。哎，我宁愿在家里辛苦一点，我也不想去广东那么老远的，想你的时候怎么办？那这样子吧，你不去我就去了啊。老婆，我宁愿我去吧，你就留在家里啊，我赚到钱寄回来给你花。真的哦？是不是？那最好吧，那你去吧。我舍不得你吃苦啊，在外面我都已经帮你准备好那个行李了，那你就去吧啊。这么快就准备好了？衣服都帮你剪好了。哎，老公，我包里面放了有2根油条，两个你最爱吃的面包，还有那个1000块钱路费，你就省吃一点吧，行吧，到下个月发工资，应该1000块钱用一个月可以了，你又不抽烟又不喝酒的。是啊。哎呀，老婆，为了你能过上好日子，就是我也急硬着头皮去一趟吧。那你就去外面
打拼一年回来，赚一点钱给我，我也像人家那样穿的又名气一点的衣服。好好，我让我老婆在外面不丢脸，也有个老头老脸，在外面看到别人也不会那么看不起我们。行了行了，那那我先去了。哎哎，行了，那你保重啊，在家里面。哎，行。我跟你说，你去到那里经常打电话回来，那个大伯连她老公就是在那码头那里等着你，快去。啊啊，好好，那先生啊，拜拜。哎呀，终于哄着我老公去广东打工啊！哎，回去马上约那个十三叔出来一下。没人跟来，没有啊，没有。哎，自己快快快快快快进去啊！老婆，老婆，哎哎，我忘记带了一样东西了。哎呀，老公你怎么不回来了？真是。哎呀，我有一样那个内裤忘记带了。什么内裤啊？哎，我怎么这么懵呢？啊，晾在那个二楼那里。哎呀，是是是，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去拿。哎呀，老公，这样子吧，我给200块钱给你，自己去买一条新的。哎呀，那裤那裤啊，是你送给我的，不是买来就能有的那种感觉，你不懂了吧？哎呀，这样子吧，给你200块钱去买一条就行了，不要那进里面去拿啦。买回来那种没有你的味道。哎呀，不是不是不是。哎呀，等一下，那个大伯连老公啊，等太久了，你坐不了车。没事，我跟他说过了，你就让我进去。哎呀呀呀呀！哎呀，不就是一条烂破裤、破短裤吗？那么，哎，要不这样，你就寄给我。我寄给你啊。嗯，要你就寄给我，你等晾干了寄给我。哎，不是没干吗？哎，也是也是也是，这样子放在那个箱子里面也不好。这样子吧，嗯，你先去，我再给200块钱给你去先买一条回来穿先，嗯，等干了我就快递寄给你。嗯，对呀、啊，好、嗯，你再等我。嗯，快点吧。嗯，等的是我老婆，哎，还是干的好一点。哎，200块钱。行，我先买条穿着先，到时候你记得寄过来啊。哎，行行行，反正你也有那个地址啊。哎，那你快点走啊，嗯、人家大伯连老公都等了太久了。我知道，我跟他说了。快快快快快啊！哎呀，差一点就穿崩了！哎呀，继续跟那个十三叔聊天去。话慢慢说。哎，那我放你起来，你要答应我哦，不要骗我。哎呀，这样的，哎呀，我走了。哎，你还想走啊？我看你往哪里跑去！快，我们不合适的美女。不合适，反正我不管，我就看上你了。看上我？你为什么这样呢？别跑去。哎呀，不要抓我啊！哎呀，就你开工的你，还往哪里跑？还往死里跑啊！放不了进去！哎呀，你不就缺男朋友吗？是啊。哎，你先放我起来。我不放，我就要你做我男朋友先。哎呀，要么这样，我加1000块给你，你放我走啊！加1000块钱呢、啊？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做我男朋友。哎呀，好吧，你先放我起来。不要骗我，刚才你骗了我一次，再骗我的话，我不要你走了，跟你说。那我放你起来。哎呀，你怎么成这样了？哎，又想跑啊！哎呀，不行了，不放心你了，还想跑？我家那个老虎在边，待会跑啊！我让你跑啊！哎呀！行了，哎呀，好吧，美女，我，哎，你看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个比我帅、还比我高、还比我猛的。真的帮我介绍个男朋友啊？哎呀，不要骗我，让我放你起来。哎呦！都说叫你做我男朋友，你不做，哎呀，真的是。我们不合适啊，美女，我都说了我结婚了，你就拉我回去吧。我等下我到家了，我给你介绍。我这么靓的靓妹，你看，要钱有钱，要后有后，哎呀，都不知道你这种男人那个脑子好不好使的，真是的。哎呀，别说了，你是不是头脑进水了？不是了，我说了我娶了老婆了，还。怎么跟你说？你又骗我了！刚才明明我拉你的时候，你明明就说没有男朋友，还说我长得漂亮，我怀疑你就是半桶水。不是什么半桶水，哎呀，你拉回去吧，我给你介绍就是。
真的吗？真的真的。那我再上来吗？哎，不骗我了，刚才你已经骗我两三次了。拿我东西了。哎，给我看上那个男的有没有你这么帅先。哎呀，我隔壁家的，反正我直接带你到他家去吧。哎呀，你看一下，来。哎呦，你看。哎，是是是，是不是？哎呦，一表人才。哎呦，真的还是挺帅的不？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人家。哎，那行吧，那行吧，那个男的比你还帅。那当然了。那行吧行吧，那你拉回去吧。那我拉你回去，说话算话不？哎、不要骗我。我从来不骗人的，你拉回去吧。那行，走走走走。等下你介绍成的话，你要给个大红包给我啊。我给你20000的红包。那好吧。哎，那走走走走。哎，上车上车上车。别急嘛，我说了介绍给你，一定介绍给你。你都不知道我啊，我都单身十几年了，我现在什么都不缺，我就缺一个男朋友。那好吧，你赶紧拉我过去吧。哎，走这边。那行吧，直接带你去到他家里。哎到了，慢一点。是是，我还以为很远呢，没想到，就在这里就到了。熄火，熄火。哎呀，不要急嘛，我叫他出来。哎，那好吧，我弄了这个车去。等一下啊。老潘，老潘呢、啊？在不在家？对呀。哎，李少啊，出来一下。哎呀，老潘呢、啊？哎，跟你说啊，说什么？你不是，还没娶老婆吗？是啊。哎呀，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个，介绍一个，嗯，可以啊。哎，你看一下他怎么样？他，美女啊，过来一下。哎，哎呀，美女啊，哎，看你身材不错，哎，是不错啊，你看。但是我想问一下啊，哎，今年多少岁啊？我啊，嗯，35岁。35岁啊？哎，我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啊。嗯，我36岁，跟你差不多。哎，哎，我想的就是我家穷，穷没问题啊。穷的话，我怕要很多礼金，我没有这么多钱。这个你放心吧，哎，钱我是有，钱你是有，是啊，那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呢、啊？那你意思说不要礼金啊？哎，礼金我可以不要，但是只要你看上我就可以了。不要啊？嗯，哎呀，这样吧，嗯嗯，咱们交往交往，真的？哎，你看上我了？哎，哎呀，没想到啊，我35岁，还有男的看上我，而且呢，还长得这么帅，比他还帅，看看比一下。不比了，哎呦，他有老婆了，哎呦，他有老婆是我老婆，你看你们两个人比起来，哎呦，你还真帅，哎呦，哎呀，真的是，哎，你们呀，哎，刚才都说好了吗？我介绍给你，你要给一个大红包给我吗？这钱的问题吗？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要多少尽管开口。哎呀，你给我就行了，刚才说了多少，你们就多少呗。哎，行行行，你们今天在哪里认识的这个妹妹？怎么这么大手大脚的？哎呀，他拉够了。坐他车回来，他非要我介绍一个男朋友给他。他本来是想要我做他男朋友。我说我有老婆了，怎么这样？怎么行啊？就我介绍给你们，好多钱。哎呀，他看不上我，你看上我那是你的福气。我跟你说嘛，我是试探男人的。本来呢，我就不是拉摩的的，也不是摩的妹的，我就是千金大小姐。我老爸是开厂的。哦，那老潘找孕了。你看。拉摩的能够赚这么多钱吗？这一辈子都赚不了啊！我跟你说。好、哦，行行行，那你要我上门那是怎么的？哎呀，你喜欢上门呢？哎呀，在你家不是开厂吗？大老板。只要你愿意。哎呀，上门我就不用求那个吃喝那个东西了。没问题，这2000块钱给你。哎呀，谢谢啊，美女。哎，这个给你去买一些衣服啊、鞋子啊，换一些高档一点的，哎、这样也配得上我。明天我开个豪车来接你。哦，哎呀呀。哎，兄弟妹啊，哎，那我人也介绍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吧。哎呀，行啊，今天你看不上我，那就是你的损失。哎呀，不是看不看上的问题。哎呀，老潘呐、啊，哎，那我先走了。哎，行行行，哎呀，我进我家吃饭去。哎呀，不用了，我家里还有老婆在家。哦，这样改天吧，改天你们结婚我过来过去就。好好好好，我先走了，姐夫我叫你啊。老潘呐，这钱干脆也给你保管算了，今天晚上就在你家里面住了。你捡好衣服，明天去我家，去见我父母。哎呀，我好开心啊！哎呦。我老爸叫我出来拉摩的，他说这样子就可以找到男朋友了。哎呀，真的是，找到一个可靠的，要不然那些人呢、啊、都是图我的钱。是不是天上掉下馅饼了？嗯，哎呦，这恶心天使了！哎呀，哎呀，回家，我杀个鸡给你吃啊！好好好。